鹿谷地区有一群喜爱摄影的民众，他们利用手中的相机来记录在地的美景与产业文化。而为了要让更多人认识他们，透过了相片来认识他们的故乡，特别选在指南宫办理一场公益联合摄影展，共计58幅的相片，除了展出之外，也提供民众购买，一买的所得将全数捐给在地的慈善单位，欢迎大家用行动来支持。在地的音乐团队带来优美乐声，为公益联合摄影展热闹开场，也让这群爱音乐的学生有个可以表演又能响应爱心活动的机会。有六位喜爱摄影的民众举办一场公益联合摄影展览，地点是特别选在香火鼎盛的竹山镇指南宫，想让来往的民众可以透过照片更加认识竹山之美。今天展出的作品内容主要就是我们大部分是以我们鹿谷竹山在地风景为主，然后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推广，然后我们就是在这次的机会当中，我们就是尽量展出我们平常的摄影成果，嘿，这样子。然后虽然说我有一些部分的是其他地方的照片，不过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算是在我们就是在地人，嘿，就是鹿谷竹山这样子。然后能够有一次这机会哈，然后替大家做出这个展览，然后也是做义卖，算是做一个公益的事情。然后我们这次展出内容就是主要是风景为主，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大家哈有空可以来看看走走这样子，就是这次的机会很难得。将大自然的美丽变成一张又一张的照片，除要分享给大家欣赏以外，也在现场进行爱心义卖，义卖所得将全数捐给在地的社福团体。这边的有这个咱德山鹿角的一挂爱好摄影者哈，大家发起来讲要来做一个摄影展的义卖，这边的义卖的所得咧，就是要来关怀这个德山的玫瑰体能训练中心，啊个，甲这个希望天使启蒙协会，因为咱就是讲大家发挥着爱心吼，将咱的爱心来到咱买购买这个相片，阮来将伊的爱心，阮来关怀这个玫瑰体能训练中心那个希望天使启蒙协会，欢迎大家来指南宫的时，来七星级出民宿的时，来到阮参观顺续认购安尼。想要拍到美丽的照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地点很重要以外，相机的设备及拍照技巧也不能欠缺。从这次的展览作品就可以看出，这六位喜爱摄影的民众花了很多精神与时间，用心记录他们的故乡。今天真欢喜在咱第三指南宫家来参加咱陈宇阳陈大哥，以及我们有五位帅哥手联合58幅的这种摄影展，每一幅都非常的漂亮哈。摄影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代志，因为咱按下快门的时候呢，就留下一个很漂亮的这些影像，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做分享。今天上感动的是我们这些摄影大师们，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这些义卖的所得捐给我们的那个希望天使啊，还有我们的那个玫瑰十字架院等等。那我刚刚这种义举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哈。马会长，感谢咱指南宫可以提供这么好的5星级的这种厕所前面的这个艺廊，让大家来做一个展览。所以马公也当 keep 到现在，当这些香客游客来跟咱这个指南宫来拜拜，其实可以留下脚步，然后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么好的创作，然后把我们所想的这些作品可以带回家，可以在摆在我们家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以外呢，然后默默之中又可以做一个。很有意义的爱心哈。这次的展览总共有58幅作品，内容是以山水风景为主，展期将一直进行到10月10号结束。有兴趣的朋友，如果有喜爱作品，也可以用行动来支持公益联合摄影展览。